健康飲食新指標，三低一高 out 啦，依家要四低一高。第四低係乜？低蛋白質。錯。嚇？低澱粉質。又錯。嚇？最後機會。梗係低 GI 啦。軟粒大豆製的蔬菜，低 GI 值，低升糖飲食，有助穩定血糖，延長飽感，輕鬆控制食量，減低脂肪囤積機會，兩餐之間頂肚至啱，全身杏仁朱古力味，必曬你蔬菜。